空的代表林与白用心制作的林白，大家安安，我是林白，欢迎来到林白 JC。今天没有牛仔排位的视频，因为实在是太普通了，不如说屠夫很弱，也就一般般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然后就来玩仙子匹配，好，开局看一下电机，黄衣在那里，正在往这个方向过来，撞到一个机械师。先修一修，看一下他追不追我。毕竟他追这个机械师，他选择追我。这个屠夫也不是很好，一个加速回来拉板，没有加中，好，没有关系，他的刀也没有抽中我，这也很好，也是同样的套路。这里攀进去，看一下，不追我啦。那好，先把触手给拆了，然后继续修机。他去找机械师了，调香师用了两瓶香水，现在还是满血状态，刚才断了一下，直接跑过来修机了。然后这个黄衣发现我，他是穿到去旁边那台电机的。哎呦，好，这里应该放只鸟了，放鸟。这里我卡了一下，这里的地形还是不能到这六，还没熟悉。好，这里一个触手躲掉，没有打中。好，前面又有一根触手啦，躲掉，哎呦，还是被打中。好，这个翻窗，看一下，一个加速，他是打别人去了，然后到小屋这里帮忙解机，还剩一点，可以。好，压机，然后去贴门。这三名队友和上一局是同一个队友啊，你说巧不巧合？只有两个是一起的。哎呦，传送过来了，赶紧走。以我的经验来说，这里是能跑到进去的。好，我看一下他抽不抽刀。哎呦，这个触手打到我的，直接下板。这个翻窗，但是我卡了一下，突然有点卡。今天还是挺顺的，但是这里开始有点卡了。好，没有关系，一个翻窗加速就可以直接转到医院里面来，这里就很好溜了。哎呦，长了一个触手，躲掉，没有打中。跑到楼上去，这里也卡了一下，我应该是跑那个门进去的才对。然后这个黄衣好像不来了，算了，直接跳下去。然后看一下大门，往大门去，他打到了医生，出门了。这个大门开了，传送也用了，他还守门，看了一下地窖，然后机械师在后面说快来，在小门的方向，很好。在娃娃的护送之下，顺利来到小门治疗一下，刷个分，然后再出去。这一个黄衣之主的打法还是挺渣男的。下一个视频也是先知的视频，我来让你看一下一个就连蜘蛛也惧怕的地方。好，我是林白，点赞订阅分享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哦，拜拜。